心为你飞呀飞，感受有你的天地，心是家找呀找，命中注定你一个。我拄只才甲王董事讲，今仔日嘛算是相喜临门啊！我们若娶到水某，伊巴肚内底，果然你家孝顺。讲一句实在话啊，虽然因为一寡因素，我无多公开甲素素的关系，但毋过伫我的心肝内，我也是承认这个查某囝。今仔日素素要出嫁啊，我这做爸爸的，当然嘛是希望伊的婚姻会用幸福美满啊。亲家啊，那是当然的啦。虽然恁李家已经对不起我一个查某囝，但过亲家，就算我拜托你，麻烦你好好照顾我这个细汉查某囝，就算讲伊有做唔到什么代志，嘛莫甲伊计较，对伊加一点啊疼惜，哈、哦。李总，你放心啦，叔叔过来问李家，就是问李家的媳妇啊，问一定好好对待伊，没亏待伊的。哦，我当然相信亲家你的为人啦。就是唔知影，亲，你是安怎想的哈？亲家，你放心啦，叔叔这么巧，佮这么有目色，我相信阮大家新妇一定会当相处个真好。叔叔，你讲对吧？啊，妈讲了对，我一定会听妈的话，认真打拼，打起你家大汉新妇的责任。你看，这么乖巧的查某囡仔，你无需要烦恼啦。是啦是啦，其实讲这吼，想这样啦，咱做时代吼，无需要管这么多，让因少年人好好过因家己生活，安尼就好啊。啊，恁大家相信我，我李志前，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拢一定是上成功的。安尼真好，那安尼吼。咱就拢莫管少年人个代志啊，就等下抱孙享福就好啊！啊，对了对了。无唔对，我爱有信心，我甲之前的婚姻一定会是上美满的。那是玉华。安怎有代志是无？啊，无啦。我朋友来找我，伊讲伊想要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先去找伊讲一下，恁大家讲。进去啦。喂，你这人伫倒位？陆晶晶。送我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我已经请卢冠给你洗头下，你搁再来这是要创什么嘞？我想要当面甲新郎新娘讲一声恭喜。不需要，之前一定无想要看到你。我知道那时春离开公司的时阵，我甲真歹看，还佫有 BOT 案这个工程，出这么侪差错，侯志前做当处长感觉真为难。我想要当面甲伊回死嘞。你予之前为难的，甘这是 BOT 一件代志？你到即摆阁无法度明白，之前伊怨恨你，阮全家伙也无法度谅解你是啥物。我知影，我嘛感觉就后悔。就算讲你阁再哪后悔，阮爸爸嘛无可能阁活起来啊。之前自细汉，就甲伊阿公相亲。已经知影当年就是你摕报纸，予伊阿公看到，而且予伊气到心脏病发作来过星期。伊无怕你，就算是对你真忍耐啊。你即马阁出现，你是要来刺激伊是无？尤其是这款结婚的日子，你是超甘要来了伊生气哦。我无这个意思，我知影过去我做的代志，我当然原谅。
啊，不过今仔日我是诚心诚意来祝福的，如今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对孙家，啊，搁有你，啊，搁有志前，我绝对无歹意。我希望你每一个人都过了真好。我拜托你，你敢唔卖搁伫外面头前搬去啊？卡孙也真正真珍惜阮孙家对你的情分，你当初时都要来害阮爸爸过难关，甚至你讲利用 BOP 私底下动下手来勾结。还很大差一点都无法度救出你，你是不是因为我误会，所以超工要安尼来报复？陆晴姐，迄时阵我确实假骗去，我对不起你。我唔管你即马是安怎想，惠弟，你甲阮孙家关系早都已经断去了，孙家每一个人，包括我。我若是看到你，我就去想着我爸爸过去是安怎死的。你爱阮家这件代志不好袂起，这是不可能的代志。陆晴姐，我还要安怎做？你才肯原谅我？你跟我讲，我拢愿意做。我爱你离阮愈远愈好，上好是莫跟阮任何人有交叉。你即马紧走，你尤其是莫让手腕快了。你现在跟如果婚姻过得真清高，我真正无希望你来破坏因阿公的感情。我袂，陆晴姐，你放心，我袂做这种代志，我袂。秋月啦，我拜托你卖过一点门啊，好不啦？啊，我卖门会用的啊，你有老实讲啊，你甲你阿姊到底是有啥秘密？你找啥物件给伊，我爱我知影。啊，就一个礼物啦！什么礼物？神神秘秘。伊朋友要送伊个礼物啦，拜托我交予伊。啊，你若唔相信，会当去问阿姊啊。莫叫是我唔敢问。你在看啥？好啦，那我在看啥？我用了几条哈。咱也未去甲新郎新娘讲来恭喜，咱先来新娘休息室好无？迄个查某是啥？哪有啦，哪有啥物查某啦？啊，秋婉，无啦，无人啊，你看唔对啦。秋婉，等我一下。阿姨，阿姐，小妹，我问你，拄只你敢看到一个查某？嗯，无啊。奇怪，我明明两眼看到桂花。你看嘛，秋月，我就讲你看唔对啊，对吧？对啦，姐妹，啊，换人奈无跟你做伙啊？哦，我来先自开啊。我当初想要跟新郎新娘翕相，所以找伊斗相共。不过找伊找足久，拢无看到伊的。你有看到伊？哦，我拄只在洗手间内时阵有拄到伊啊。啊，不过今嘛我就唔知影。嗯，要紧啊，搁坐看卖。啊。摄影师，我知你今晚翕相翕到足欢喜的，阿姆哥是牛遐，所以到三江，跟我来接。好，无问题。志凯，你翕相时阵就自信，就好看。坐下。认真做工课是真好啦，啊，不过千万唔通袂记你的最爱，只有伊才有法度互你找倒转去，当作迄个上单纯的快乐。我知。
现在的我也只能像像这样看你的背影。不知道新娘休息室在哪里，要是先找人问看看。警察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我来领通知函。甲伊关注迄个人讲，伊的查囝今日结婚，无得靠，伊来婚礼会场。那安尼，咱四界看卖。哎呀，啊，真正是来抓我回去的，这嘛是要安怎？安娜，我刚有听到什么声的？无啊，来，咱去把那边看卖。迄日早暗拢爱欠怪，至少等婚礼结束了后再讲，我一定要去试试一遍。较等下放音乐的时阵，就请老董事长甲老董事长夫人做花新礼场。扫落来嘞，就请新郎甲新娘手牵手行这红地毯。那你开场舞嘞？就等到舞台顶面的时阵，就先开始啊。咱刚爱先看。咱的影片先来联系一下。哦，有，这是恁两个联系的时阵的影片。志前，结婚以后，你就正式有一个家己的家啊。人拢讲成家立业，以后你肩胛头的责任就搁较沉重。爸爸希望你会当变甲搁较稳重，嘛搁较知影体谅别人。祝福你家庭会当幸福美满，唔通亲像爸爸安尼。这场婚礼过去以后，我是不是就真歹搁再记着新恩啊？想当年我甲伊的婚礼嘛是这么热闹，这么甜蜜，想袂到今仔日阮两个人的婚姻会走到这款的地步。我是不是应该放下对伊试试吗？志凯，哎，丈人爸，我叫丈人爸，你甲天宇已经离婚了呢？迄个关系啊，一时改袂过，是吧？天宇最近过得咁好。安怎？你搁咧关心伊啊？就算讲无法度做翁仔某，我甲天宇从大学开始就是朋友啊。哦，哼，其实我本来打算要好好啊骂你一下，至少替阮天宇出一口气咧。也毋过我看伊对你并无怨言，搁再讲，你嘛算真有诚意，要维持这段婚姻，所以就刷刷起来。可能这就是恁两个人无缘啦。是的，是我对不起。哎，讲什么像对不起像啊？阮天宇嘛袂爱听，伊阁对我甲伊妈妈讲哦，伊敢若希望讲恁两个分开了后，会当看到你找到幸福。哎，我两个查某囝拢嫁入去你家。希望至少这个细汉查某囝，伊的婚姻会用美满。阮哥的个性虽然较强势啊，啊，不过对婚姻还佮有家庭，伊是足重视的。伊嘛有讲过，伊绝对对伊的某囝负责任，会保护伊，袂让伊受到伤害。安尼就希望伊哦，讲会到做会到啊。
虽然你之前是一个野心真大的查甫人，也不过那是叔叔介意，我这做爸爸的人，无论如何拢要完成伊的心愿。那是因结婚了后，之前能好好照顾叔叔因母阿囝，那呢我就放心了。看到你小细汉，就做伙大汉的好朋友结婚，你是毋嘛咧想，等到你结婚的迄天，会是甚物款的情形？阿姨，也阁早呢啦，我即马阿婆想要结婚，我想要好好拼事业。嘛无唔对啦，查某人除了爱有事业以外，嘛爱有家己家庭，卖做一个随时拢在等待人解救的公主。是爱做家己人生的路哦。我嘛想你想的。有你陪伴在焕然身躯边，做伙陪伊奋斗，我真正就放心的。我伫认为，有一种爱情是互相甲对方牵线的，是会当让对方愈来愈进步，发现愈来愈好的家己。我希望我甲焕然的感情就是安尼，所以我所有的成就还有荣耀。我准备跟伊做伙分享。秋婉，饮在饮料，嘴大哈。哇，你哪知影我嘴大？我一般朋友就体贴的呢。我焕然对要紧的噪音啊，一向拢真大心，无像有的查甫人，家己身躯边的查某咧想啥物，拢约袂出来。应该不是在讲话哈。我对你足体贴的呢，佮摕饮料来互你啉，是你不爱喝面子呢？好啦，秋婉啦，莫生气啦啊！今仔是之前结婚的好日子，迄是喜事呢，你唔得欢喜，就这啦哈，就这。我若想到你有代志问我，我是变作笑出来。我就真正无嘛。有无家己重新凑啦？他安尼啦，囡仔拢在看啦，花一点面子嘛啊！阿姨，我你跟阿姐安尼相处，我看会出来啊，恁两个就恩爱。哦，你嘛看会出来吼、哦。阮爸甲阮妈经过足侪风风雨雨，真不简单才做伙，所以讲恁两个人特别珍惜。一段缘分，有听焕然讲的无？咱两个真无简单才做伙，所以要好好珍惜今妈的幸福。拢是你啦，害咱两个安尼伫囡仔面头前落亏。哎呀，因哦是足欣赏咱两个感情这么好。啊，你不是讲有人客来啊？嗯，啊，即卖是彩排，啊，无真侪人客，我甲志凯哦安排遐个人客先去别位休困。辛苦你啦。对。要开始啊！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安排一个浪漫的约会？温暖阿林，一杯温暖的酒。温暖阿甘，咱的人生的故事。你看，新郎新娘是不是就适配？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就是上适配。心内的痛苦
拢讲新娘行过这条红地毯，就是行到幸福的所在。啊，不过伊拢袂记得，这条地毯是红色的，就参像你着花。这就表示，想要得到幸福，是需要有牺牲的。准备好了未？我的幸福就在红地毯那边等我，我马上就要到了。之前为着你，为着这个婚姻，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你永远都不放手我，我就会一直陪你走这条路。就算把双手用垃圾也不要紧，我会证明我有叔叔才是真正有资格站在你身躯边的查某人。在这，哪会过来？你不是？我是偷走出来，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要哪做啦。啊，警察在找我，你让我别去，别跟我在这哦，别跟我在这。先等啦，你敢不是已经出国去啊？我哪有出国啦？我是被警察关起来啦。叔，阿哥，叔叔不是讲你去有人办高保啊？我一定没时间了，拜托你，替我当警察姐，拜托了，拜托！哎呀，喂！现在是怎样？我不是跟你讲过，不准你这个妈妈参加婚礼。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过来的。海瑞，麻烦各位配合阮警方办案。哎呀，警察真正来呀！我袂当欠人抓着。小弟，警察先生，阮今日在这办喜事，咱问啥物贵事啊？阮咧抓一个犯人，伊叫做杨美芬，听讲伊是新娘的妈妈，请问恁敢有人看到伊？杨美芬。所以昨那通电话不是诈骗。警察先生，您刚才说的那个张小姐确实是熊的妈妈，啊，不过警察先生啊，虽然她是新娘的妈妈，也不过她自从女儿小孩的时候就在等，没来照顾她，所以她今天不来参加婚礼了。你是什么人？你敢是张小姐的亲人？我不是啦，我跟她没关系，我是来参加婚礼的人客啦。你应该是尤小姐，今是你结婚，甲你娇娇歹势啊。你妈妈哦，犯着切刀罪，又搁假破病，阮甲送去病院，又搁逃走，安尼是罪上加罪。你若知伊咪的罪吼，希望你哦，可肯伊紧投案啊。警察先生啊，人今仔是咧做新娘啊，咧办喜事，希望恁莫为难伊啦，啊。是啦，警察先生，歹势，我是今日主婚人，敢会当看我面子？等这场婚礼办结束了后，咱才会处理这件代志，好不好？请恁见谅啊，我今仔日来遮，不是头工要了了恁的婚礼，只是张伟芬伊倒了。我站在警方的立场，一定要马上逮捕伊归案。警察先生，我拜托你啦，敢免让阮小方便一下。啊，搁再讲，即马人也无伫遮啦。伊伫咧遮。叔叔。叔叔，既然阮妈妈犯罪。那你就要勇敢去面对法律制裁。
叔，你真正要亲手将妈妈强关哦？我是你的亲生妈妈，你哪都对我心肝这样凶啊！我已跟你讲过啊，我嘛过来救你啊，叫你莫来破坏我的婚礼，我的幸福。你讲你是我亲生妈妈，不过我是你的查某囝，你想做就是不肯放我耍。我今仔日不是来乱的，我今仔日哦。是替嫁妆啊！你什么嫁妆啊？姐姐，这内面哦，有166,600,000，你真正给我的钱，我拢无开标。这是我要给咱的查某囝嫁妆啊！你看，你看啊！你买一大堆名牌包包，甲鞋啊！你搁讲你有白有人开？无啦，迄拢是假，迄名牌拢是假的啦。那呢？你啥时候要去珠宝店去偷摕别人的钻石？我无啦，我真正无。我迄天在珠宝店，想伊叔叔讲，是你后生之前要送我珠宝，我这顶母妹。姐姐，这个代志敢毋是真实的？我从来冇安尼讲。颠倒有一届，我伫公司开会，是伊坚持要我出去替伊付钱。迄间吼是因为，迄拢是误会啦。我只是要试探我的囝婿哦，是毋是对我查某囝是真正遐尔好？我毋是要贪恁你家的钱啊。卡算真正无贪心，想说迄时间你要走来阮家，甲我讨聘金啊，搁聘礼嘞。丁美芬，你敢真正敢安尼做？查某囝仔要嫁啊，本来就是南方那边啊，出聘金吗？这是礼俗啊！我安尼做啊，我敢有超过？再讲哦，我看叔叔在那为难着，我就无继续讨啊。我一个查某囝要嫁你家，我无收聘金，我家己哦，搁出嫁妆，马上是做生意啊，敢毋是嘞？哪呢？你是怎走去人家店里偷摕钻石啊？我无啊，迄卡手指哦，是叔叔偷偷藏在我的皮包内面的。恁大家莫听我话讲，伊是超工，你冤枉我。是想冤枉谁？叔叔啊！我是你的亲生妈妈，你哪会这样对待我？我唔抓来关啦，啊！所以你根本都无替你妈妈办高保，你讲咩？你这查某囡仔，你到底是爱讲几届白相话？你真可恨！哎，祖先，你是怎么想？祖先，阿姐，代志情绪我未不清楚，若是想要嫁事，妈咪真着急。秀文，你跟伊到底什么关系？你想怎么将你威好伊？秀阿姨讲了无唔对，叔叔是村头伊甲苗姐上疼惜查某囝，因若真做唔对代志，需要是大家该嫁事，嘛应该属于两个人来嫁事才对。你看冷静点好不好？你看我是不是要拉冷静？这开结婚的时候，警察来抓伊，将人摆结掉，所以婚姻唔只过到这条无幸福。根本这该要跟我自己那是不？假说我两个好心，也结婚的婚内，也抓住这两只红包。恁家己的家内事，恁家己处理啊。林建宏今日一定要给犯人抓走，呀。叔叔啊，叔叔啊，你叫妈妈无好，你叫妈妈，你竟然经常讲我是玩弄的啊，我无偷摕物件。我知影你细汉的时阵，我做对不起你，也不过我嘛尽量在弥补啊。
你敢不能再来不好我是你的亲生妈妈你可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一摆搁一摆，搞我等你唔管；一摆搁一摆，伤我的心。你要爱我，原谅你几摆？就算讲，你唔肯原谅我，也唔过你嘛袂用害妈妈，害我向快的啊！你敢不真正真来挽回我？是，我挽回你。我只想想，我回来就是你。叔叔啊，你们安尼啊？虽然你妈妈对不起，也不过，搁安怎讲，伊嘛是怀胎十月把你死落的人呢？亲生妈妈又搁安怎？伊敢有一个亲生妈妈的款？阿狗你，你是啥？你凭啥物来苛刻我？你不是无要认我？为了要保护你的家庭，唔敢公开承认我就是你的查某囝。既然你无另外答，那你就莫怪我。所以你即马是坚持爱我，放两个不管。刘叔叔啊，你是我的亲骨肉，你身上老是我的血。那安尼，我刚刚把我心上的话全部拢献给你。你讲我无情，那你哪要想看卖啊？你害我的人生，是我尔破碎，我是要安怎有一个完整的心？我若是无花无目屎，也是整着你。算我是白生你啊！既然你对我真来怨恨啊，从今以后，咱无母阿囝来争饭吃啊！警察先生，麻烦你把庄小姐带走，我无这种敢来利用家己查某囝的妈妈。爹，去放手。哪安尼挂嘞？村头爷，总算来啊！村头，阿文头提物件代志，你敢知影？伊讲伊是冤枉的。这个代志，嘛是我头拄仔才补清楚的。你不是跟小马去？对，小巴嘞，啊，你唔免打电话啊，你叫去接我甲村头迄个先生，互阮老爹做偏僻的所在，无手机啊，暂时嘛无法度联络啊。姨，爸，您总算来啊！警察先生啊，歹势啦，拜托你起码先莫甲阮掠走啦。拜托，拜托的啦！姨，为什么啊？我嘛是为警察局逃走出来，应该回去面对伊犯下的错误。因为我希望，当在妈妈的面前，听到你甲我甲恁爸讲老实话。姨，你是在讲啥？今仔日是我的婚礼呢，你不是也希望我得到幸福？我当然也希望你得到幸福，啊，不过我希望你得到的是幸福，不是去伤害别人、牺牲别人得到的。我无，你无，那呢？为什么你妈妈无出国，啊，算无险来个家？姨，你不是讲过，永远拢会听我？我敢无够听你，我就是因为伤过听你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代志，我拢替你安扛，
我才发现，我真不是在对你好，我不是在爱你，我是在害你。叔叔，你坦白讲，甲我，甲你春桃姨再去包围这件代志，你是不是早就知影？是不是你安排？所以，你真正无希望我甲恁爸来参加你婚礼做主婚人对无？不是，不是。我就希望恁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嘛就希望伫个婚礼上，我用安排恁坐大位。伊，我想要恁亲目睭看到我出嫁，看到我得到幸福。我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有啥物好不得已？是不是因为你妈妈、我、甲春桃姨？站在这让你没面子，因为你现在要嫁去有钱人家做媳妇，不能让人知道你有这款善家的亲家跟后头厝。不是这样，你别误会我。咦，爸，你这么疼我，我也很希望他好好养好你。可之前，我还顾虑着之前的面子。叔叔，你老老实实讲，这是不是季杰的主意？是不是季杰叫你别让后头厝的人来？季杰，你把所有事情交代清楚，给我过来。我根本不知道叔叔在做啥，我个人是无想要引来，就亲像要造成今仔日这款的场面，我讲唔对，当然唔对，你敢唔知影？那是叔叔的时段呢，你竟然安尼做，就算我无想要引来，事实嘛证明，因确实无适合这款的场合。阮这个婚礼邀请贵宾，拢是有头有面的。叔叔中，一个是药工，一个是开面袋，一个去偷摕物件，互人抓紧关。你敢会认为，咱立交这款的亲家，会写咱的面子？那是传出去，把人那个人打，你敢叫你啊？你敢敢跑？我当然要怕你啊！妈呀，你别跑了！我早就应该怕清醒啊！之前所做的代志，我就先别讲啊，就讲你讲话态度。我几啊届，我拢忍落来，啊无结果嘞！你今日是甚么款的态度？你真是不好见！志杰，我都有做唔到啊！我你做，是替人的手。我希望我靠的人，讲咱李家，阿哥很大，总比你死的老大人，不如去刷开枪更好。志杰，你到今嘛，也唔肯你家己创哦。我以前那是心说你这个好事啊！你爸，舅啊，舅啊，舅你唔通安尼啦！你到结婚咪安尼啦！对啦，有什么话好讲啦？你那用讲，你好唔通用拍啦！你无听看伊拄只讲的迄款态度，哈？也咧糟蹋伊家己太太出来第四段，结果咧，佫佫做一款助理，一点仔拢无爱是你家己创哦！伊这款态度根本就不是一个私事，应该出事的代志，真正是假做。王彪，我就是假做，我晚餐就寄开，叫你顺利个卖。我无乖乖啊听话，做些无主见的好事。我正是你亲生的，你煞偏偏想听小寄开。是你替我搞头事，哥，你是讲啥话？敢有需要这个时阵讲这代志？你下无聊，免想害着厝内底任何人，你敢袂敢理你个哈？你是谁？
你总算忍不住啊！我是为着你，今日是你结婚的，你到底做啥？你不要听假话！志凯，你莫上头伤过激动，莫甲计较，这不是计较，家己小弟的，你有这款态度啊？你细汉时阵就不是安尼啊！你即马甲话甲讲个清楚，啊！你若要离我这個爸爸，即马就赶紧时段回去死！我凭什么要跟你回去？你做不了代志！因为你今日对不起的人，是素素伊的幼妹跟幼母。我今日我会回去哦。今仔日，伊若是无甲你厝内人处理好，今仔这个婚礼都免结束啊！伊，你拢听到对无？恁家爸爸伊看到我的婚礼去用取消，伊有办法哩。有啥物话，咱等伊处理，等我婚礼结束了后，我才达到甲你解释好不？叔叔，我单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有把我跟恁爸爸放在你心肝内无？当然有啊，你应该知影，我有我爱恁，我特别伫咧外口拄着啥物困难，我拢会等去找恁安慰啊。是不是因为你做任何代志，我拢无条件听你？所以你才为着你家己要做的代志，要达到的目标，不择手段。妈，你莫误会我，我无。撞啥啦？村长，你撞啥啦？你莫管我，查囡是我家己生出来，伊今仔才变到安尼，这一切都是我家己做些错误，我要负责。村长啊，可怕啦！村长。我知道你这样生活得真艰苦，也不过你安尼算家己的嘴皮，是会当解决什么代志？无你跟我讲啊！我只要若无算我家己的嘴皮，我可会当做啥？叔叔，若是你真正够要紧我，你着诚心诚意，甲大家认错。我要认什么错？伊。你莫阁逼我，你知影我咧讲啥？你巴肚内面个囡仔，你莫阁讲，你袂安尼对待我，袂用诶！你咧讲啥？囡仔是安怎？我袂用回答你，你家己问叔叔。有叔叔。你上好甲我讲落去，叔叔啊，爸爸有甲你讲过，这每一个人拢有做唔对代志时阵，但是上重要是，爱知影家己做唔对，爱去改，爱有面对家己错误的勇气，安尼才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会当好好做人。想做你总是要讲一大堆，大堆让我听，你不是应该肯定我吃？我以后我，所以你到今摆阁无愿意认错。一蕊花，是你拜拜我甲恁爸的时阵，亲手把阮挂起的，阮配袂起，配袂起做你婚礼主婚人，嘛配袂起做你时段。你跟台湾甲伊讲，你伫家卖安尼对台湾，你家知影我有我爱之前，伊伫咧美国的时阵，我无靠台湾好伊，我对你靠，我袂用放弃这场婚礼。你紧甲伊讲，家卖安尼对台湾。叔叔，我唔是要甲伊斗相加，你即马所做一切，真正是为上顺头伊，还顾苗姐的心吗？
到底是做偌济唔对的代志，要去暗卡嘛？该做一该讲清楚，村头伊甲苗姐会不会做伙面对的？我无爱，我无爱。你把啥？你看你阿幸福，自细汉都有人疼惜，有人保护你，你根本都无了解我的痛苦。你莫跟伊吵再吵啊，好不好？我哪有唔对？你若无爱跟我斗相共，你就离我远点。我无你这种朋友，你莫嗲，你真假的？叔叔，小妹，刘叔叔，请你讲的较公平。天意暴露出的时阵，你做了什么？你家己想清楚。小妹大娘，你是伊的朋友，伊无愿意跟你计较，并无代表伊唔知影你伫背后做了什么。伊是无想要接近你，伊这个朋友为你做的应该有够啊。你无亏欠你，难道是你？欠伊一个诚心诚意的道歉。迄个时阵我毋是有心的，迄是因为我受过惊，我叫警察找着我，伊还认为我甲黄天宇带去酒吧饮酒，是因为我要跳江甲伊摔落水。啊，毋过我袂哦。所以警察在问你的时阵，你跳过伊，互伊怀到我家来。我知影你是不过的。啊！不过警察无证据，伊无法度甲你安怎。刘叔叔，想袂到你的心机真啊这么大，恁家己的好朋友你都有法度陷害。村头讲了无唔对，你确实是爱好好检讨你家己，把你所做的歹代志一项一项交代清楚。姨，叔叔，你听伊的话，甲大家坦白你犯下错误啊。妈，你叫我啥？妈。你最疼惜我，你最爱我，你要对我遐尔残忍对无？妈，妈，妈！我饲你这么多年啊，我甚至不敢有家己的囡仔。我在做美梦的时阵，我该梦到你叫我一声妈妈，我大概拢足欢喜的，甚至搁会笑出来。起来的时阵，枕头拢澹澹。我是偌希望你会当叫我一声妈妈。啊，不过我已经叫你妈妈。我承认你是我的妈妈，你现在还要打我？因为你不是真心的，你是为了这点，你要我同情你，你要骗我，你希望我再继续替你隐瞒你的秘密？叔叔巴肚底的囡仔，早就无去啊。如今啊，如今啊，叔叔甲之前在一跳舞的时阵，我说你跌倒，得落体啊。
爸爸，你爱坚强，你一定爱坚强。你敢知影妈妈是下偌大的决心，开偌济气力，才会用行到这步？袂用的，你袂用安尼，我不准你离开，我不准。你甲妈妈无同款，你一出世就会好命，你就是有钱人的少爷。这款人生你绝对袂用放弃，你一定要坚持着的。我阁要带你做伙做亲爷去给恁爸爸呢。叔叔啊，那是真正无想要我甲你春桃姨来参加你的婚礼。我春桃啊，咱先离开啊。阿苗，春桃啊，有啥？春桃姨，春桃。叔叔，你比你想清楚，我想看到，想要紧是啥？你既然敢欺骗我，我要变作大家笑话。之前你替我解释，你没有出小婚的，你替我解释，你巴肚内底囡仔拢无啊，敢想要骗我跟你结婚？你别相信了，姐姐，哥，你妈没了，你别哭。叔叔，你看丈夫，李姐姐，请你较冷静，今麦场面已经够乱了，你若是想要干代志，愈不愈大，迄个就迄个在食喜酒的人客，你不是更加无面子？子杰，你要去倒位？我要去倒位，唔免你管。今仔这个婚，我无意见啦。子杰，子杰，子杰，你爱啥物态度？你要走的，你一言，你要走的。姐妹，婚礼可能要伫咧，我先去人那边安排，看卖者。叔叔，我来照顾。好啦，我带你去。阿叔，今仔日予恁大家看笑话啦，今仔生日。我替您走，我这次去做家，算是我欠阮查囝。等我若是嫁出来，
我跟尤叔叔，一世人母仔的情分都到这为止，好像无亏欠。叔叔，你自己站起来。妹，我的魂在哪边干呢？伊原本应该爱最完美、最隆重的呢。平安呢，我的魂呢？之前我今麦是变多久好？是变多？欺骗我，你囡仔明明就无，讲阮无话，想要过来阮家，你凭什么来创敌？凭啥？啊，无你是想要怎樣？你叫是讲干那？你一个人失去囡仔呀？囡仔无去，叔叔敢会比你更加伤心啊？啊？你有想过无？伊是怎会闹体？敢是因为甲你跳舞的时阵，你无家己顾好势，害伊跋倒？你若要怪阮叔叔，那唔先怪你家己这个爸爸。我甲伊母仔顾好势，啊！那咧迄个时阵，伊为甚物歪甲我讲？伊跋倒，跋倒无爽快，就应该甲我坦白。无得到迄个时阵，我甲我送到病院，阁应该囡仔保掉的，就是因为伊有心机、有目的，唔敢讲实话，才会造成这个悲剧。叔叔就是惊失去囡仔了后，你会怪伊，会取消甲伊的婚礼，所以伊才唔敢甲你讲的啊！我唔相信你看袂出来。叔叔就是因为太过爱你，才会做出遐尼侪戆代志，甚至无惜一切，把伊的亲生妈妈送去坐监，阁想尽办法，唔让上届疼惜伊的幼爸幼母来参加伊的婚礼啊！你敢是为了爱我？阿叔，你莫甲我讲，你无了解你迄个伫外口偷税怎么计？你上敢放弃的，唔是我，是阮李家财富甲权势。伊上想要得到的是林寡妇，不是嘴讲的爱情。这就是你的想法。你认为叔叔想要嫁给你，敢那是因为恁李家有钱？好啊，那安尼哦，我即马就伫这跟你交个签名的。那是叔叔愿意点头，我替伊安排。我自然有法度找到一个比你搁较有钱，甚至比你搁较有才情的对象。就算咱台湾找无。我带去美国相亲，都凭叔叔的条件，也够我王政府对伊的支持。我唔要替伊找无一个好工作啦。阿姐，你什么时阵变做一个好爸爸，这么替你的查某囝设想？我若是对叔叔不要紧，那有可能答应要给你恒大六趴的股份。你上好是莫想要临时反悔哦，我的股份。还袂正式改名给你用，你到底是安怎？一句话，若袂，
你即摆随转去，继续完成婚礼。那若无，咱当初的协议就无遵守。而且你永远嘛免想要伫恒大当主会，得到阮王家对你的支持。你即摆敢是咧威胁我？是威胁，还是一笔下好交易？这得看你安怎想啊。我相信用六拍的股份做速速的竞争，对你来讲，应该是袂吃亏才对。阿姐，你即摆是爱我看你竞争的面相，叫我带起来，干来遐讲白菜，敢骗到你两个查某人？阿姐，今仔日若我做是你，你敢会结这个婚？你敢要结这个婚无？我无法度强求你。也不过为了阮查某囝的幸福，我干来用提这六拍的股份来甲你搏。我苦劝你，上好卖阁三心两意。啊，若无错过这届的机会，你想要掌握阁较侪股权，坐稳你伫恒大董事长的地位，就无遮尔简单啊。坐遐快，饮一挂水。巴肚内底囡仔拢无，阁想要骗我跟你结婚？你卖死心啦！哎，姐姐，哥，你妈没啦，你别哭。熊叔叔，你这摆是在创啥？我知影你上艰苦的，啊，不过咱呢，后背等你下啊，搁有法度解决代志。那恁你甲我讲，有啥物办法会当解决？之前无想要甲我结婚啊，伊讨厌我，伊欺我欺骗伊，伊看袂起我出人的人。伊甲爸嘛唔肯原谅我，伊所有人拢甲我定定唔管我，我所有要紧会遐个人，拢无想要睬我。怎么？是要安怎？叔叔，叔叔，你较冷静个，村头爷甲苗姐。只是只是对你失望尔，叫你愿意悔改，也愿意原谅伊，啊？就算你今仔愿意原谅我，那恁是要干怎？婚礼袂阁继续啊？对，喊你坚持要嫁予伊。五妹。你敢知影这双鞋对我是什么意义？是我为着要甲之前的婚礼特别去定做的。这亲像灰姑娘的玻璃鞋啊！我俩阵我穿起你了后，我就会用嫁给我心爱的王子啊！但我故事不是安尼写。叔叔，这是现实世界，是童话故事。对，这是现实，是真的现实。这双鞋啊，带给我的就痛苦甲折磨，我的梦想破灭啊！我就是因为穿这双鞋啊，为着要甲之前的母，所以才会跌倒、落体，失去我甲之前的囡仔。
叔叔，无唔对，一双鞋啊，是会当带你去你想要去的所在。啊，不过只有咱的心，会当决定咱要去的方向。你即摆确实跌倒啊，受伤啊，啊，不过嘛是因为你行唔对路，才付出这款代价，敢毋是？所以即摆认为这一切拢是我甲你做滴来，我应该。我唔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无要把所有物件拢塞给别人，或者是你的鞋子。这双鞋子没有魔法，只要能带你去，你梦想的所在只有你自己。我自己，无唔对，别想要靠别人，幸福到最后，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你袂当想要靠一个婚姻，还是嫁一个翁婿，就想要一步登天。小时在路，我是家己一步一步走出来。阿姐，叔叔要紧吗？证书我是淡薄激动，已经结婚了，予取消。婚礼当然不是要取消，这前绝对无可能去娶一个，规嘴敢会晓讲白贼话，而且佫会陷害家己亲生妈妈的查某囡仔。好啊，如今啊，即马是卖讲这款意气用事的话好啊。啊，无即马是安怎？之前的个性你也毋是无了解啊。卡虽然真正无想要嫁这婚，那你当在做时代嘛，无可能去勉强伊。我家己的婚礼，我家己做决定。叫恁大家先出去一下，我有话想要单独甲叔叔讲。当所长，叔叔跟他怎讲，也是你爱未过门的太太。我希望你对伊态度，得较容忍的。你阁真替你这个朋友设想，你放心，伊若听话，我袂为难伊。你平常时不是足够辩解，那即马无要讲话。你不是要爱我听你的？这是啥？婚前协议书。你若肯签字，等下咱翁仔某的财产分开，就算讲以后我跟你离婚，嘛袂提出赡养费，还是其他条件。那呢，这个婚礼咱就结束。你惊我贪你的财产？那呢？这是离婚协议书，我爱你做回签。你讲啥？我答应你，今仔日的婚礼，咱会照常进行。不过一年以后，咱就离婚。咱拢还未结婚，你就要爱我签离婚协议书？无，你是蛮子。你应该真清楚我的个性，
我上讨厌有人欺骗我、欺人我。之前阮妈为了季凯反背我，今麦是你，你叫是，我敢搁会娶你？你若是不愿意娶我，那安尼你莫娶啊！因为我李志贤无可能下这个面子，拄才伫咧混定，咱亲戚朋友看的笑话感觉无够。即马伫外口，阁有足侪人客，是伫生理场，甲咱横道有足侪往来的贵宾。因一句，我这横道当时六面子要扛到底。所以你是因为面子，才要甲我完成婚礼。都跟那些演技出戏。等婚礼结束以后，咱就各人归各人。各人归各人的。那安尼，我搁叫你要创啥？你搞演技出戏，嘛不是无好处。至少，你有一年当处长夫人会当做，敢不是？你会当利用这一年的时间。你做你欢喜做的代志，满足你的虚荣心。然后，咱这场风波过去了后，就无人会记得这场婚礼。伊就要跟我离婚。照今麦状况看起来，这是上好的解决。我不会答应。你若是唔肯签字，我是无可能甲你结婚。那呢，你连一年的钱也拢得不到，你考虑清楚。你是想怎样来对台湾？等于我阿爸倒来，今麦无你的囡仔，你是要爱囡仔的样呀？你要爱几个，我拢愿意生，我要生啊，我会当生啊！我已经无愿意让你做我囡仔的妈妈。恒大未来接班人，是无可能有一个像你这么虚华，敢来讲白菜的妈妈。这样你也看不起我？刚刚你拢无一点点吗？爱过我？就算讲我爸爱过你，李亮，你今嘛敢值得我的爱？你到底要签，还是不爱签？我无想要搁伫遮，甲你浪费时间。你敢买单替我把鞋子给穿起来？你手是断去了是？一双鞋子都不要穿？我就是要爱你亲手替我穿起来，遐尼小的要求你拢无愿意答应我。
无得讲，未来这班人是你的兄弟，不是你。我看你小班长，因为你对我有兴趣。今仔日，小上凄惨落魄一天，结果煞予你看到。是啊，干脆，刚刚你想杀我灭口？无你变做我的人，永远保守这个秘密。真是求婚戒指，无咧。我唔管你是不是确定你有爱我，不过这个手指，我就是挂起你啊。这手指，你要挂还是不爱挂，是你的选择。不过是不是会把我的心绑掉的，是我的决定。之前，原来这一切拢是我的空手房，我也是必须要靠家己，一步一步，行这条婚姻路，对不？原来童话故事拢是假，现实才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才是我有叔叔上悲哀的人生。从今麦开始，我有叔叔就是李志前的太太，是恒大当署长的夫人，是李家的媳妇。就算是一年了后，我同款也是会坐在这个位置，无可能会放弃。就算有这张册给输油安怎，
就算已经查离婚协议书又该安怎？不管是签啥，我拢一样用这几年时间来改变之前的想法。我绝对袂像你遐简单的放弃。这双鞋啊，我拢已经穿起了啊！我决定要行的这条路，就算跌倒，也要继续行落去。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着之前的心。妈，林德，爸，林德啦，多谢你。妈，你就卖艰苦啊！是啦，如今啊，之前甲叔叔还阁少年，咱想要有囡仔，还阁有这个机会伫个嘛，啊！我当然嘛知影，啊，我真是足气叔叔的，咱这样无势哩，迄嘛是一条性命，你像是你家子孙，咱这样无注意啦。就算讲婚礼爱跳舞来开场，敢袂选一个较简单的？你敢无看到以前迄管大卫是偌尔悬？啊，一有心的人穿到安尼，敢袂足危险的？我若想到囡仔都安尼无去，我都感觉足唔甘的，足无价值的。妈，迄算讲是一个意外啦。你想看卖，你拢遐尔唔甘嘛？啊，叔叔甲哥一定搁较艰苦啊。哥遐尔悬，叔叔。遐尔细粒子，真管大个，嘛是为着看起来较素皮。是啦，如今啊，你嘛真清楚叔叔的个性，一向真好强。想当初你甲讲在婚礼顶面会当准备特别节目时阵，我想伊嘛是想要表现互你看，变好之前看，想要追求完美嘛。所以你两人即嘛是伫怪我。拢是我害囡仔无去是无？当然不是，我只是想要跟你讲，叔叔这个老体，唔那是伊责任滴，就提之前来讲啦，伊无好好照顾伊，伊嘛有责任啊，敢不是？是啊，妈，爸是就事论事，我嘛认为哦，囡仔无去这代志，那是拢怪叔叔，嘛就无公平。好了。囡仔的代志，我也莫怪叔叔。啊，不过是安怎？囡仔都已经无去啊，伊搁一直在遐讲白话，三不五时搁提囡仔来讲，甚至搁来刺激天意。志凯，是嘞。我无要紧啦，我甲天意是和平的分开，我的心情就平静的，无要紧啦。唉，讲起来哦。我过去对天意确实受淡薄仔亏欠啦。哎呀，志凯，虽然你跟甲天意离婚啊，啊，不过恁还是朋友，你若是有时间，加甲伊关心一下。伊是一个真好的查甫囡仔，难怪我当初死不花定俗伊。其实人就是安尼，天天得失去了后，才会知影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优点在的，就是因为失去天意，我才知道天意的单纯，他的天性是多么好，这是叔叔没的，也没法比的。我若想到，我现在是看到叔叔，想到他为了要跟志前结婚，为了自己的婚礼，都把自己的亲生妈妈送去关，我就感觉这个男孩怎么那么恐怖。虽然我有讲过，我无希望伊的爸母来现场，是惊伊会讲唔对，会做唔对代志。啊，不过我真正想袂到，伊竟然把伊妈妈亲手送去关。妈，叔叔应该嘛想无，代志变到安尼啊。
即卖叔叔，伊就是咱家的新妇啊。算起来，阿芬嘛是咱的亲戚。我想哦，我来找这律师参详看卖，看是不是当斗相共的啦。好，我去联络公司的法律顾问，问看卖，伊是毋是会当斗相共处理这代志。好啊。袂用的。啊，是安怎袂用的啦？你敢有想过，卡算若真正证实叔叔都是陷害伊妈妈的人，那咧爱护智玲的人，煞变成是叔叔，偷摕物件是一条罪，陷害嫁祸又是另外一条罪。敢讲你要目睭金金，看到一个杜丽文的新妇，煞安尼去让人掠去关，这个消息若传出去，这是要安怎？恒大名声会搁要安怎呢？阿姨，是的，我真正无想遐尔多啦。规定不管怎啦，这件代志阿先交予律师来处理啊。至少看卖是毋是会当替迄阿芬减轻罪行啊。所以您讲，咱到底是娶一个新妇的办，还是娶一个麻烦？哎，叔叔啊。妈，哎，支开。叔叔啊，阿家你无闲规工，你应该足忝的，那无爱踮伫房间休困就好啊。你是咧创啥？要来做啥？我想要新年，我来测摸。所以你嘛知影你家己做唔对代志啊，啊！我知影我即摆做了小可超过啊，请爸、干妈原谅我，我袂阁犯啊！以后我一定会以你家大汉新妇的身份去注意家己的一举一动。不过叔叔，你敢知影？你应该规个人唔是我，啊，够你的大家。是你的爸爸妈妈，就算是你的亲生妈妈，就算伊的个性我阿娘无好，啊，不过当初那是无伊，就袂有你啊。其他卖讲出你细汉找拢你大汉的，村头伊还佫阿苗一啊，因为我阿娘伤心艰苦，你知无？是的。唉，我从来冇看过村头佮阿苗这样生气。叔叔啊，你这个真正为着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知道我唔对啊，我一定想办法去求爸甲爷爷原谅。那你怕什么样子？我会真心悔改，去求爸甲爷爷原谅我。你若是真正会当真心悔改啊，这是上好的办法啦。你阿苗爸爸那边哦，我有机会会当面替你讲几句好话。若是你的亲生妈妈那边，爸爸再来找我上好的律师来斗相共，哦。我知影，多谢爸。哎，先起来啊。爸跟你讲啊。你即马过来，阮李家就是阮李家的新妇啊。所以从即马开始，你袂当哦，将你阿祖叔干来收留好诶，啊唔好诶，你就切开离离离，知无？我知影，爸讲诶，我一定会记伫心内。叔叔，你唔难爱好我记伫你心肝内，而且你应该好我表现。你真正有之前太失望啊！可是我无想要赶紧想办法来弥补，真正是无虾米人会当救你啊！我知影，多谢妈的提醒，我一定搁较拍拼。这样就好啊。对啦，志凯啊，你哥哥甲你联络下未？无呢，我有去公司问，啊，秘书是甲我讲伊要去公司。之前一点就忘乎我。叔叔，你有够冷静一下，
伊原本嘛就期待囡仔出世，对吧？我知影。是啦，叔叔啊，你先卖想这么多，我相信姐姐应该会当体谅的，你就好好休困，知无？志凯啊，继续联络恁哥哥啦。就算伊心情还了无好，也袂当好出来替人替伊烦恼啊，拢无要联络。哦，在。如今啊，我来找律师啊，把律师找了，我就会直接回去庙呀。你这样紧就要回去啊？是啦，我先来啊。啊。阿妈，你今晚要吃啥？我来煮。我啊，我心情不好，我想吃，我先离开。叔叔，用这个是妙公，这个是开面袋，这个佮是偷摕物件，互人掠去关。你敢会认为咱李家这款的亲家会下咱的面子？那是传出去，把人那个恒大，你敢点屁啊？你敢敢跑？我当然要罚你啊！妈，妈！叔叔把刀带给那，差点跑去啊！杨司令，刚过门的，我不是叫你把人带来，哪里？啊，我拄才有去饭店找伊啦，啊，不过伊人无伫咧，而且不管我安怎打电话，伊拢无接，即卖也是找无伊啦。找无人，你搁敢来啊？哎，找无工过门，董事长，你搁有我，我会陪恁恁一回啦。你叫是你舅妈，有资格用坐来跟我饮酒先？不、啊，我是看董事长一个人咧饮酒，心情不好，啊，想讲我会。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今仔日叫，有这遐侪有头有面啊！我为什么心情不好啊？你讲啊！我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啊！当然是嘞，啊，是我讲唔对话啦！阿鲁，你卖袂记，你是我的人，咪叔叔的。为什么伊叫你去载伊的养爸养母？你都听伊的啊！我就想讲，董事长夫人敢烦我，一定是董事长温顺的啊！啊，董事长，你一向拢真无介意遐个人，毋是？啊！我无想要听遐个人。是。为什么我今仔日无看到孙焕志？我最后到会场的时阵，我嘛无看到伊啊。敢会是伊之前甲董事长夫人交往过，伊即马敢唔敢来啊？董事长，你即马敢想要去别个所在耍摊？我规巴肚啊！当然要找一个人出气。要找谁啊？董事长，哎，先生，还没付钱呢。哎，啊，你免找啊，啊，多谢。志
是这碗，来，吃这个。老板，嗯，你是不是心虚？无啊，我哪有心虚？大部分的查甫人，若是开始做以前捌做过代志，应该都是伫外口有犯错误，那无都是有查某啊。我孙老官之前绝对无可能做的代志，就是伫外口有查某啦。我真无简单才开始娶你们，我一个幸福美满家庭，我是惊唔知咯，哪有可能伫外口有小三啊？来啦。对啦，唔免这么激动。我是讲大部分的查甫人，你是痴心等待我了手啊，二十几年的孙副官，我相信你呗，你嘛唔假对不？就是咩，你知影我的心意就好啊。啊，我是想讲我未婚礼回来以后，你就看起来就无欢喜的款，再想讲切水果给你吃。啊，虽然不是切得真水，啊，不过嘛是我的心意嘛，啊。我确实是心情无好。对啦，我知影你跟春桃跟阿苗是好朋友，看到伊那呢，互家己查某囝欺骗，你嘛足唔甘足生气啊，对不？除了这個，还有另外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啊？我伫婚内。敢那看到桂花，看到桂花，你伫这看到，我奈无注意到啊？你无看到？无啊，那伊回来啊？伊有回来无回来？你奈问我？就算我伊有回来，伊想要通知人，应该是你这情翁，敢毋是？我真真正唔知影啦。老官，是讲桂月华若真正回来啊？你想，伊即个真正目的是啥物？我哪会知影啦？秋华，你哪一直讲月华的代志啦？我只是在想啊，虽然讲已经离开台湾了，但是伊冇回来的自由，谁人拢无法度阻挡伊、限制伊。无听到，伊即马就伫台湾。你先吃水果啦，啊，我来甲灶卡小整理一下，啊。如果啊。根本是桂月华心肝爱够力，所以想要跟你旧情复燃。这哪有可能啦？啊，我跟你结婚，伊嘛知影啊。咱结婚，伊哪有可能知影？咱若无绑票啊。伊拢主动跟我离婚，恁想嘛知影，我一定会娶你嘛，哈。啊，搁再讲啊，若不是我心内一直有你，我跟伊嘛无可能会离婚啊。你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破坏恁的感情？无啦，你是讲伊倒去啦，哈、啊！哎呀，秋华，我拜托你，莫安尼直逼我好不？一直跟我讲玉华的代志，安尼咱是要安怎开讲啦？你讲话想要怎样叫你混开？我无混开啦，我……哎呀，对啦对啦对啦，我是感觉咱无必要一直讨论玉华的代志嘛，啊！你先吃水果啦，啊！我来甲灶卡的水果皮哦，收收的，啊，若无等下先到遐，你吃哈。今仔我看到迄个查某，一定是桂月华。如果你反应这么奇怪，敢会是私底下佫一直偷偷的甲伊见面？伊到底当下是要创啥物？妈，我出去一下。等一下，
这么晚，要跟伊去倒位？哦，我买一个新的耳机，啊，淡薄歹去啊，我想讲摕去修理一下，啊，等下就等啊。咁真正是要去修理耳机？是啊，啊不嘞？我是惊讲是不是叔叔佫拄着困难，所以佫要找你讨温暖啊。妈，你想想这样啦，你把我当作暖暖包哦。你莫忘记，叔叔伊即马开始，伊的身份就是你的表嫂。不管伊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你让我让伊家己去面对。嗯，妈，我知影你伫烦恼啥，啊，不过叔叔无卡念我，就表示讲我伫个心内无像你啊重要。婉琪，妈希望你一直拢这么单纯甲善良。但是妈妈希望你也知道，社会的人心是险恶的。妈，你放心，既然我跟叔叔都说清楚，我就不会管他跟你之间的事情，我会离他远一点。这样真好。嗯，那这样我再一点钟了就回来了，我先去。我知道你。好。嗯，啊，放心出去了，要去哪里啊？修理耳机。这是换机耳机哦。这个音哦，真正是，我提来给伊啦。哎，这样话，我提来给伊就好啊。你伫厝就用的。叔叔，这敢是你要爱的幸福？无论如何，我即马是会当祝福你。那你才吵啦！你这真是饮偌济酒啦！孙焕琪，讲，你为什么今仔日无来我的婚礼？我 A 型流感发高烧，肠胃炎加肠病毒。哎，三爷宝，你是不是惊？你爱过查某人，变成我的新娘，你会感觉心疼？我看你啉这么醉哦，我颠倒替叔叔感到悲哀。真好讲，欢迎一见，都会想破病啊！我是无信啊，你才先破病。你给我讲一解。你要去倒？我要去倒，敢需要向你报告？想知影，你是不是要去找叔叔啊？我是要去修理耳机。奇怪呢，今日是你的新婚之夜，你应该去找新娘啊，为啥还搁来惊人去找叔叔？我骗你！修理耳机，你倒？耳机你等我看啊！耳机，你这，你卖了无你出脑哦！你是不是早就知影叔叔的囡仔无去啊？我唔知啊。卖假，我是相信你唔知啊。我真的唔知。卖骗啊！叔叔什么代志拢找你，你一定是甲伊啉酒咧欺骗我，看我笑会着吧？你真正真无聊呢，我根本都唔知道你咧讲啥。你应该叔叔去听啊，嘛是叫你甲我斗相共。我想要辩解啊！那是因为你无闲，伊才会找我。你若有时间，应该去陪伊啊，不是来这找我乱。啊！你是在你放手啦！你即摆就搞够老实怪，那无我绝对袂帮你说。新婚就是伊只爱你一个人，你若要爱支持，跟我做伙就好啊。我嘛是恒大的股东啊，恒大的股份比你更细。你算甲股份卡侪有关怎？你跟恁爸爸同款嘞，无路用啊！讲啥物？呀，王总，妈。
无代志啦。孙法师，你真正是妈宝啊！拢几岁啊？小你儿子，乖妈妈陪啊！你对幻神都靠这啥？就尊都煞。但是你是什么身份？你安尼批评你家己阿姑，敢不是款？妈，别怪伊啦，伊对阿姑够固执，拢安尼。对。你做董事长，你真了不起。但是无代表你会当无顾伦理，安尼你考试中辈。阿金，我是实话实讲啊，无你凭良心讲，阿姑是不是真正无能力？你是不是真后悔当初跟对象的时阵，讲了跟有钱的，煞袂记你该有能力的？那不是阿姑无才调，阿公哪会甘愿把恒大交予阮爸？算不是交予阿姑，明明就是阿姑手头股份较侪，算是我做董事长。阿姑的工作上真正是无路用。讲到秘书董事长。你会做永远袂换人做同款，莫袂记，恒大是阮孙家的，上重要的是你无细孙。恒大确实是阿公创立的，不过恒大有今仔日这款的成就，是阮爸李世炎打拼出来的。阿公今麦都伫恁家公妈听，你先去问啊。阿公是不是真满意？阮李家到今麦做出来的成绩，林孙家的，所以讲，恒大袂用交予孙家，阿姑无才调，孙焕是无路用。再加上孙焕然无野心，你要阿怎提？凭什么提？阿是阿金，你要自己出来坐啊！你，李先生，你这个嘴皮，搁较证明，孙家的查甫人确实是无路用，需要查甫人出手。阿金，我考考你，甲商场的代志管好好就好啦，其他的卖计想。你想搁较侪，也是白了讲。您都是无良的，妈，莫甲伊计较，伊嘴干安尼哦，伊家己咧讲啥，伊家己拢唔知呀。